琳琅满目，十元硬币摆满桌。这个十块钱好像卡通，上面画满了各式各样的硬币图案。还有这个居然是一条龙，看起来有点像庙里的发财金。甚至这个硬币超奇特，一个大大地球包上台湾，不少民众乍看还以为是假币。这个看敢那假啊，这个那边敢那真的呢？这个你觉得是假的？应该光复十周年吧。他有我有十三个的，他排在一起的。有人认出来了，没错，这个十元硬币其实是台湾光复50周年的时候特别发行的纪念流通币，不过常见常被误会成假币。还有这款硬币上的折射，原本是要打出国泰民安，但没想到熊熊一看，实在是很像泰国币。前几年这颗硬币哈，目前它涨幅最高，蒋经国或者蒋渭水啊、或者是建国90年，这些大部分都涨。5成到1倍，五花八门的十元硬币，可别以为是假币就全丢了。像这一枚有一条龙的千禧年流通币，一口气就涨到了50块钱。光复50周年的钱币也涨到25元，甚至这个花俏可爱的新台币50周年纪念币也涨了1倍。而目前市面上不管是1元、5元、20元或是50元，都只有一款，唯独只有十元硬币，琳琅满目，共有8种，都是真正的流通货币。下次拿到可别以为是假的，就顺手丢喽。谢谢连线陈家豪台北采访报道。